出神啊！比银行的贵。好了，各位同学好。老师好。好，我们上一次有做了，之前一段时间有做了口罩的设计。那上礼拜啊，应该说上上礼拜段考之前，有让各位看了那个高雄有关空污污染的一些影片。啊，那个是老师自己剪辑过来，那是参考了我们的导哦，以及一些相关的电视新闻的影片做参考了。那看一下各位上次所聚焦出来的东西，根据空污这个议题，大家所看发想出来的。那我从各位的学习单里面大概的整理了一下，总共有八大项。第一个是过敏的部分，气喘，还有一个肺癌。肺癌的部分，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其实空污造成的肺癌主要还是肺腺癌为主。那再来就是汽机车的废气，工业区，那工业区的部分，其实很多同学都有提到，经过影片看过影片之后，主要还是会放在这一边啊。还有 PM2.5 跟灰尘、烧金纸，有少部分的同学有提到，其实这个是一个人为的一个空污污染哈。那再来就是针对高雄的主要的五大工业区的哈，那几个一些主要的一些空污比较严重的地方，它也有把它条列出来。再来就是影片里面所提到的所谓的 VOC 的一个有毒化学物质、挥发物质的一个空污的污染。那有同学他比较特别一点，他除了提到二手烟之外，还提到一个放屁。好，问一个问题啊，目前哪一种畜牧业特别被提出来？养牛。养牛。好，为什么？那为什么养牛的事业、养牛的这个行业越来越兴盛？因为要吃肉。对，因为人吃肉的比例蛮高的，还有牛奶。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除了养牛之外呢，还有一个蛮大宗的养猪也是哦。好，那这是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空污的来源。那除了这些人为的之外，再看一下空污真的只有单纯的人为吗？好，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人为空污，台湾空污来源。自上世纪以来，有人类就有污染，所谓是也是事实。严格说来，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空污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被解决过。工业革命开始，空污污染就一直存在了。大致可分为等自然环境和人为过度两大来源。自然环境产生，如岩石风化及土壤养成、森林大火的烟雾，以及经由季风、洋流传递而来的污染物。人为活动产生，是指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如交通废气、工业排放、农废燃烧、畜牧污染等所带来的副作用。空气污染物主要有悬浮微粒、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四种。另外，畜牧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氮，也是另一项可能。真的是放屁啊！这个也是空污的来源之一哦。若将一些温室气体通通集结起来，地球暖化会越来越严重。好，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秋冬的状况之下，除了我们自己台湾本岛自己产生的空污污染之外，还有一个自然界产生的空污是什么？工业。那个是人为啊，我说撇开人为的因素，自然的因素里面跟我们隔壁邻居有关系的，它
们的秋冬状态之下，秋冬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沙尘暴。对，沙尘暴，哦，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污染源哦。好，在2013年呢，高雄市有成为哦，有获得了全球宜居城市四个金牌，三面银牌跟三面铜牌。那虽然2013年距离我们也有一段时间了，好，那我希望各位来想象一下，好，你心目中的宜居城市，啊，如果说是高雄市，你希望它需要有什么样的标准？好，需要有什么样的标准？等一下，我们花5分钟的时间让各位去发想一下，你至少要写出6个。先写自己的，啊，小白板先不要用，那请小组长，我在你们各组里面的夹子里面，上面有学习单，好，请每个人发一张，好，给你的组员，每一个人发一张给你的组员，一人一张学习单，拿到学习单的同学，请你先把你的座号姓名先写上去。好，现在就请你就宜居城市，什么样的城市让你住起来是舒服的，是安全的，那它的东西是很平价的，怎么样的城市让你住起来是舒服的安全的，你就把它把高雄市当作你是你适合住的城市，但是你希望高雄市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城市就是高雄，然后写分布的地方，不是分布的地方，你希望的样子，对，你希望的样子。搞不好有的同学会说，希望他的游乐场多一点。还不了解的同学，你就往几个方向想，这个城市是安全，这个城市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舒适的，然后这个城市让你觉得很方便的，或者是这个城市可能会让你觉得它的非常安静，你喜欢安静，有可能是安静的，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哎，不错哦。有同学已经很快的写了5个了。空气品质怎么样？哦，被冒什么气？最好听，百货公司多。OK， 还有继续。这个不好，写自己的，不要看别人的。我们自然跟安全差不多了，差不多，但是安全的单纯安全范围会比较大。治安怎么样？治安良好还是坏？安全是指哪一方面的安全？还有，还要再4个，至少还要再4个。
要写几个字呢？六个。这什么都可以写。至少要写六个。这什么都可以写。你想到什么样让你觉得舒服，让你安全？嗯，都可以。你想到可以写。加油，六个哦。OK 的。哎，我绿灯少一点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治疗的治，三点水一个台。好，停。不管你写多少，那先跟你旁边右手边的伙伴，哦，右手边的伙伴，你右手边没有的话，就是逆时针的方向，啊，跟他分享一下，你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什么？啊，最重要的两个。你的标准是什么？跟他分享一下，一分钟的时间分享完，那必须要再说明一下为什么你是希望达到这个标准才是你的宜居城市。现在是分享时间了，跟你右手边的同学分享一下，右手边的。你还是小组长啊？公共建设，嗯，好。好，时间到。好，现在每一组，我刚刚都有发了一个小白板，还有一支白板笔。现在请你们稍微讨论一下。哪一个标准共识度最高？你们同一组的标准，哪一个标准共识度最高？先把它写出来。学习跟你们有环境好跟工作好，交通写完第一个，再来我们要写第二个咯。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共识度最高的第二个标准字，请你写稍微大一点。哦，那不要画画了哦。两个，也就是说，小白板里面你至少要写了两个哦。共识度最高的，共识度第二高的一个标准。走路啊，因为我是跑步回家嘛，没有很支持他们跟我们班的市长，还有市长哦，市长很帅吗？还是市长的头很亮？这是你最主要的。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最你们票数里面最高的。该写的，干什么？录不好，录不好一点。不要吵架。好，停。好，闭嘴啊！第一次的分享，我们由小组长来做一个分享。我们从第六组开始。
好、哦，第六组开始，然后依序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压轴是第五组。那这边讲一下，讲一样的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把那个原因，为什么你希望，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城市治安是好的，为什么？必须要讲出来。好，第六组的同学，好了吗？站起来讲就可以了。站起来讲。哎，麦克风。就讲上面的。对，讲上面的。喂。现在没有声音啊。你要按那个。好，讲着就好了。啊，不用啊。不用，拿着就好了，一起拿着。看那一个，请你我付的这一个，请你对着嘴巴。双重麦。对。会吗？需要我帮你服务吗？双重麦克风。好，其他同学请安静哦。我们觉得空气好跟交通便利。好，为什么？你可以请求支援，没关系。支援。哎，交通方便就是我一个人在放屁。不是，交通哦，也比较不容易出车祸，比较不容易堵塞，那个减少时间，增加效率，还会出车祸，增加效率，然后空气方便就是让你不要这么快死。由你来讲，为什么？快点，帮你讲。我讲什么？骗你的。快点啊！来，真。你先懂吗？再见。空气好，就是让你让你减少生病，增加存活率，然后交通方便就是效率。效率，节省时间的意思吗？好，那我们谢谢第六组，来第一组。应该先跳过我。对，站起来。先跳过我吧。好，这早点找好。我们觉得要安静，还有干净。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交通方便。高雄有点吵。可是我是走。就是因为高雄的一些污染太严重。我提一个问题啊，高雄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吵？这边银行的还可以看。你要看那些在施工的声音。施工的声音。你们很痛。好，青蛙叫。最近我们下面的青蛙蛮多的。好，来，第二组，来威哦，小组长先。要再擦一次。小组长要身先士卒嘛，对不对？身先士卒。好，小组长请进。招是早超生嘛，真是干净。招是早超生，你要把它变全红的，我就会骂。好，没关系，可以先起来讲。好，我没在旁边，干净。要用卫生纸啊，白痴哦，卫生纸。卫星状，北七哦。分享的人，请你站起来啊。写卫生纸也没用啊。好，来第一个，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是会演的，你请你来，直接讲出来，对着麦克风。是安全好，好，就讲给你。至少我们讲那些是要比较多产，那就点水。所谓的产，比如是棒球队。啊，对对对，来，你行李少，你行李少比较少。好，你再来。第二个是什么？行李的，啊不是，直接你讲的。公共设施。为什么？公共设施晚上，比如哪一类的公共设施呢？
甜杯绿茶。因为这样可以创造社会的最大利益，可以创造社会的最大利益。好，谢谢这一组。来第三组。好了，这样就好了。我们的树哥。可以举例一下市长哪一方面没做好的？他有哪一边需要再改善的吗？不要向前一位啊！不要向前一位，不要向前一位，头比我还亮的那一位，对不对？好，路铺好一点，可以放一点。根根动动的，好，请坐下。好，来第四组。什么东西干净一点？路面环境干净一点，捷运多一点，还有25分钟。他跟我一样，好，来第五组。压走喽！好 ，OK。那为什么要没有空屋呢？你觉得高雄现在空屋蛮严重的？建国的承诺率增加发展空白率。好，好吧，谢谢各位同学，好来。大家都说完了，那我也这边找了一个小短片让各位看一下，可以擦掉安全的。好，刚刚所写的请各组先擦掉哈。安全的名字都这个是高雄市新闻局在2019年发布的一个短片，安全感它有介绍一些高雄目前的现况，当然这两年我们还是有进步，名字都不会写。好，看完影片，我要你们再思考刚刚的问题。宜居城市，好，你的宜居城市，你再反思一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哈。繁忙的城市生活里，寻找各种移动的心灵，走向你我，走向世界，走出自己生活的节奏。再一小段再讲交通的部分。这一部分再讲建设的部分。再来这一段，请你看一下，以人为主。从每一座建筑，看见未来地景的景象，也看见宜居生活的蓝图。好，慢慢把人文放进去。哎，这边是哪边？高雄的忠烈祠啊。以前我在那边，他下面的学校服务14年，所以我对那边蛮熟悉的哦。好，来，我也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高雄市啊。从8个方向，第一个，刚刚有同学有提到住宅的部分，我是希望住宅能够平价一点。为什么呢？20年前，应该说对大概二十年前，我在美术馆那边买了一间大楼的房子，45坪，但是扣掉公共设施之后剩27坪，但是我一坪单价我买了11万。但是现在美术馆那一边区域的房子单价30万到50万不等啊。那后来我来这边，我已经现在在住在仁武区了。现在仁武区我们后面的大楼一坪听说开价30万了，20年的时间啊，其实变化蛮大的啊。所以想想看，等你长大了之后，仁武区这边的房子你还买得下手吗？不一定哦，有些人以后的能力可能加强了，金钱对你来讲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对大部分的普罗大众来讲，
还是会一个不小的负担。再来第二个，我希望交通能够便利。高雄最主要的公共运输系统，目前你所看到的除了公车之外、火车之外，有哪三条？捷运。捷运有哪两条？红线。红线跟橘线。哪来的黄线啊？对，黄线是未来的。还有一条绿线是什么？轻轨。对，轻轨目前是这三条，那黄线是未来它现在在规划的、哦、那我是希望我心目中的标准是交通能够便利。为什么？其实我有一个蛮惨痛的教训哦，应该是经验啊。我从高铁站那边坐我们这边的红六十，坐到八卦寮那一边，你猜我花了几分钟？我花了50分钟才坐到八卦寮那边的农会那里下车。为什么呢？因为它绕了一大圈。所以啊，这个也降低了大家去搭驳这个接驳公车的一个意愿。那相对的会影响到什么？捷运的量能啊，会影响到捷运的量。再来，我们这边的民众很多习惯都是开车骑摩托车，哦，那你再反推一下其他的区域，交通不方便的区域是不是也都是这种情况？这些汽机车的污染一定会影响到哦整个都市里面的空气。再来，水质，高雄引人诟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水质。20年前，大家流行一件事情，去外面什么买水，现在还是有。那很多民众家里都会去买矿泉水之类的，或者是去买滤水器啊。这个就是因为高雄的水质其实跟中北部来比的话是比较偏硬一点。那再来，友善的环境，我所谓的友善环境，我是希望能够注重身心障碍的，还有注重老年人、注重儿童，他在行的一些权利，至少让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他去走路，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能够让他去搭驳啊那个交通运输之类的工具。再来，工作条件比较优渥一点啊。也希望各位能够留在家乡里面继续去服务、哦、再来休闲，高雄最近虽然公园很多，但是其实大型的休闲环境还是比较少一点、哦、我们这边各位想得到的休闲的区域在哪里？公园。最大的公园在哪里？后面那里是什么？那、啊、就澄清湖啊，这么大的邻居你不然居然不知道。再来人文这部分的话，其实高雄市这几年发展还不错，各位有空其实可以去博二特区那边看一下，那边的人文的发展，还有各地方的一些文史的工作室，其实都发展的还不错啊。这几个是我心目中的一个高雄宜居城市一个标准。好，接下来我们要切入永续城乡这个话题了。上面有5个图腾，那下面有5个说明。各位发挥一下你的想象，把它连起来。你觉得哪一个图腾比较适合哪一个？下面哪一个好说明？我先不公布答案。好，这个是永续城乡里面的指标，有11个指标，细项的指标，其中5个我把它挑选出来，跟目前大家生活里面比较相关的指标。好，各位稍微看一下，把它连连看，错了没关系，错了没关系，2分钟的时间啊，2分钟的时间。那我今天存在没有看到了。你可以直接连，也可以用词把它弄直一点，没关系。
来，还有一分三十秒。好，最后一分钟。OK， 对，这度还蛮高的。跟自信机。这应该蛮好猜的吧？最后三十秒。还要了。要。好，停。公布一下答案，来看一下第一个图腾，这个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什么？房子啊、哦。所以你认为它是对应到哪边呢？最后一个，对。人人都可以获得适当安全而且可以负担的住宅，所以现在政府各地方的政府在推什么社会住宅啊，社会住宅，尤其是台北市啊，台北市有的地区单坪的啊房子的房价都已经超过100万了哈。再来这个，各位想到什么？有公共汽车，有脚踏车，有电器的，好像类似捷运站，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交通有关系。好，没错，就是交通运输系统。这个可能比较难猜一点，但是这个地方各位把重点放在下面这四个：有老人，有坐轮椅的，这个是一般的正常人，再来有小朋友，所以应该是第一个，没错，哦，包容性的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地方要适合所有的人去生活，所以考虑要比较周全一点，有一些公共设施你也要考虑周全一点。再来这一个，这个有点像是西方的神庙之类的，再来一些风景区，哦，好，这边主要就是保护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啊。啊，其实这几年台湾也做得不错了。最后一个，这个跟等一下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有关系啊，就是所谓的降低都市的人们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好，这边我要额外提一个问题哦，你认为高雄目前最大的人为污染是什么？工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一个大社工业区，对不对？哦，那边的 VOC。我印象中在南洋国小里面，其中有一个月测出有32项有毒气体，哦，挥发出来的，在南洋国小那边的观测站测到的。好。现在请你翻到背面，有一个伤脑筋的题目咯。好，现在请你请小组长打开任务包 A 的部分。好，我也把它标出来了，任务包 A 的部分，这个 A 里面的文本啊，这个请发给每一位同学。这是哪一个？不好意思，什么这种东西有点几颗分子？对，打开，我用胶带贴而已，请你把它打开。文本发给每个同学一张。大家利用三分钟的时间把文本阅读完。哎哥，你在干嘛？哥，暴力拆封我。哦，我会建议你把你认为关键的关键词句子把它框出来或画出来，这样子等一下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有没有缺的？啊，我乱了。有多有少？好，花三分钟的时间，大家阅读一下。
J 是什么？按楼梯，它中间的好乱啊。看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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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啊？你喜欢这些？我要看，看你，看你，看你。你自己也有啦。自己也有。太多场子说。那你可以闭嘴吗？太多场子说。我们想绿色公共空间。你嘴巴到底怎样？吃了1000斤屎吗？对啊，嘴巴 吃屎才这么臭吗？小心被猪九族啊！是啊，我猪你11组，然后自己杀，好无奈。那他走了。好，最后1分钟。程序系统，检测功能，机运输系统，环路运输，干嘛放那？我放这里。有没有想法？环路机，放前面，你放前机。很明显。好。好写喽。请问一下，拿到永续的运输系统的小组，请举手一下。对，运输系统的小组。包了。好，等一下你们要看的哈，你们要写的就是 A1 的部分，哦，那其他的同学，你就是 A2 的部分，写 A2 的部分啊，哦，请每个人先想一下，啊，你看完文本之后，如果说你是高雄市长，你在这个人武区，你要做这一类的计划。你会希望优先做什么东西？写出1到2个，所以至少要一个。一到两个绿色的东西。你会希望政府先做什么事情？绿油油，好。我来把这一转。绿色的东西。绿色青蛙吗？要做什么绿色？那个，我播那里有问题，官塘，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安全与包容，公共，写在这边，好，你要打造一个包容性高的公共空间环境的，你希望如果你是高雄市政府的话，你会优先做什么？再一个，我已经有了，我先死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不知道，这么无知，要不然你心里。这个是要做一些包容性的公共空间。那所谓的包容性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里面必须要适合，除了一般人之外，还有身心障碍者，还有老人，还有小孩子都适合活动的空间。那在人武区里面，你会需要做什么事情？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可以啊，那个是你的想法，那其他人也有想法，对嘛？想法，对啊，大型活动中心，你还不如写托儿所哎，孤儿院，我这孤儿啦，没有老人，你们那托儿所也没老人呢，你们哦，对了，你可以请那个，是在那个黄脸当孤儿院院长，那种需要，是需要的。各位小朋友，你有被光速提提过吗？低着走的，这个是这个方向吗？对不起吧。想法，不然就跟我写一样的。我有活动的。文章看得懂吗？欸，不然跟我写一样的，你们要自己的想法。他是在讲你最好的这个想法啦。哦，我再写一个嘛。他是说一人一个呢，一人一个。是小孩子，是一般的一个空间。哦，关关怀路。他在新加坡这个房间里面，哦，不是他好的难民，不是难民哭啊，不叫难民，哭啊叫。
人五区里面，我觉得在你的生活中，孤儿院没老人，孤儿院没老人啊。最缺什么？缺乏什么？如果说你是市政府的，我知道那个教会，教会，我是教皇，我感化他。好，不仅仅教会了，现在你要说什么土的？哦，伊斯兰教。还是写基督徒啊？哦，基督徒。好，我们还剩两分钟啊，再给再多一些时间给各位。啊、哦，我喜欢。我让你仰望耶稣嘛。感化你的心。感觉教会会有成长的。教会啊。仰望吗？把你的腿打断。哈哈哈哈哈。地砖。自己想，自己想。你们跟着马车皮的高级管理员。重点。我脚痛。谢谢。老院下一个。好，最后一分钟哦。养老院可以了，养老院。养老院没小孩啦。哦，我知道了。小孩去难民窟有没有残障的？有啦，少一只手，少一只脚的。啊，那是战争的、啊。你可以继续养。他说也是难民窟啊。啊，他们有受伤，为什么要进去难民窟？那、啊、他就是有受伤才进去难民窟啊。啊，你去叙利亚有啊。好，等一下从第一组开始分享。那这一位分享的，请坐在小组长右手边第一位的同学起来分享。小组长右手边第一位的同学起来分享。你就分享你的想法就好。那些感动到的心。好，分享你的想法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在学？好，来第一组。教徒会感化。钟小米，就是打开他的魂结。钟小米小姐。好。要写出来，不用写出来，分享你写的就可以了。教堂好像是这样写的吗？不能写啦，那只写一个啊，你把这个涂掉，只写一个啊。可以，那只写两个想法。哦，希望可以修理盲道。他所谓的盲道就是盲人地砖。为什么？想一个也可以。对啊，多想一个也。对，因为很多地方都损坏了。好，养老院跟教你的养老院怎么写呢？啊，其实你仔细去看，人五区还有另外一个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人行道。人才。你不可能在一般的马路上铺上盲人地砖吧？可能吗？而且盲人都能，所以这个盲人地砖就衍生出来一个高人五区，其实这边的人行道是不足的。好，来轮到谁？哦，你写什么就分享什么，没关系。对，那托儿所。对，那就讲。那说怎么有老人呐、啊？哎、欸，那路好一点，那也写老人，可以为他开路。路好一点就是。所谓的路好开建议就对了，那么可以看，不要这样子，好像你骑脚踏车，骑脚像飞车一样啊、哦。好，来看，超神耶！对对对，要配。哎、欸，你为什么这样出口成章还是孤儿？房东，哎、欸，出口成章喽。绿色建筑物多一点。你所谓的绿色建筑是什么？你只要写一个就好。他、这张单子里面就有了。就是绿色。对啊，我们的木区应该对上面很有种一些植物，就是所谓的绿建筑。啊，对，好。我看见了。轮到谁？什么基金会吧？坐等。应该是伊甸基金会。仁爱基金会。对，仁爱基金会那一种。哎、哦啊，你可以写仁，你可以写基金会啊。哎，对。哦。哇，他的机会，他开。这位同学，他希望的是大家可以休息的地方，休闲的地方多一点。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小公园、志宏池公园之外，仁武区这边还是不够的，就对了。捷运，好 ，OK， 好，捷运很明确，仁武区其实真的缺乏一条捷运站。那上次我有让各位去搜寻了一下捷运站，有哪一条捷运站是在规划中，未来里面可能会实施的？黄线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目前。第三条的，应该说第四条啊，第三条是所谓的轻轨。第四条黄线，但是它只有到鸟松。大家有没有上去找到黑皮的一个影片？黑皮里面他有讲到，他的 YouTube 里面他有讲到，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再看一下。交给我。好。
好干净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下一题的话，我们会挪到下个礼拜再继续上。好，那各位，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大家一直哈。大家其实对交通跟空污还有环境这几个这三个层面会比较关心一点啊。那下礼拜我们主要会针结在交通跟空污这个部分，那主要还是会以空污这边为主要的发展，会慢慢带着大家去做一些发想啊。所以下礼拜我们可能那一个题目可能就会花上一节课喽。各位要带着把那一天要把你的脑筋弄清楚一点，清醒一点。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好，谢谢各位，下课。这样说吗？这样说吗？这样说吗？这样。